这个呢，就是他们睡觉的地方啊，上下是三层铺啊。然后呢，这个跟我睡的那个地方呢，差不太多，因为我那也是上下铺，十人间。但是他这个木板呢是非常简陋的啊，之前我一直没有机会仔细看他这个木质结构，其实就是随便搭的这么一个东西。然后呢，床铺也是非常的窄啊，大概就是这样，一个混合宿舍。